建议大家有时间看一看。《聊斋》作为评书啊，作为单口相声，在曲艺里面反映尺度。可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是先学的《聊斋》。为什么后来我爱说《聊斋》呢？这些人自己说的。小时候学的书都是高来高去，啊，两军阵前，演员大将，这个举杆大铁枪，西北雷音，这举杆大锤，1400多斤。我说不服我自己，老师教我就这么说啊，俩人啊大战疆场4万回合啊，我好琢磨这俩大锤，你甭说好几千斤，500斤一个，一手举一个，得多大个儿，跟没习惯似的，一手举一个习惯，这还抡起来打，累的自个儿累死了啊。后来说那个管打的说侠客，这山头站一个人，这山头站一个人，这是黑黑的，这是白白的，啊，这两边离着3来里地，这站山头上，哎，4天以后，这边咣扛着，庆祝啊，请高人来，你怎么知道那是你打的？那猝死有准没有？是吧？我说不过都。而且来说吧，一说来这种书有套路啊，说这个忠臣被害啊，书生逃难，小姐后花园送亲，后来得中状元，都一样，说说就不爱说了。蓝衣大将晃荡荡身高3丈开外，不消你啊，连绑一棒千斤之力，那哪有那么大劲儿的？这个力气搁在工厂干点什么不好的？是吧？要什么他那劲儿有啊？啊，要个饼子来块大铁锅，大铁饼子，要个炮，噗噗噗，是吧？人家不打仗的，干个工程师是不是也很好的？后来为什么说聊斋呢？聊斋呀，人情世故居多。有人说不对，这里边就是神话，就说妖怪，就说鬼。当初蒲松龄先生啊写《聊斋》的时候，也是借着鬼怪来抒发自己胸中的一些个郁闷，也是说一些个当时社会上比较黑暗的事情，明着说不让说，啊，这一说这县官啊，坏人，哇，来四个衙役打他一顿，怎么办呢？说妖怪就没事儿，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您打个《聊斋》瞧，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故事非常的丰富，特别有意思。好多事情啊，看表面是这么回事儿，您要真录进去了听，能够给人启发。比如说今天咱们说这段丫头，嗯，我觉得对当今社会也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山东省东昌府有一位秀才叫王文，呵，了不起啊！你要说画画，那是梅兰竹菊，写字儿真草隶篆，没有人不会。呼，跟谁坐一块儿一聊这学问，那了不得！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不知道的。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从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人上家求辈儿了。这句王公子写的好啊，来您给我们写一个吧。打小儿就有人求辈儿。王文的父亲还得拦着，不行不行，孩子刚睡着，那年3岁不算啊，就写的这么好，大伙儿写他的字儿，但是稍微夸张一点，从20岁左右，父母呢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家里头呢就3人过日子，王文自己，还有一位老管家，老田，姓田。从小呢看着王公子长大，还有一个使唤小子，也就是所谓的书童吧，研研墨呀，弄个纸啊，出门拿个行李啊，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孤儿啊，一个子这边一个瓜，孤儿，真是孤儿，真是孤儿，他也是父母双亡，自己剩了一人了，被王文收养，多大呢？14岁。一天到晚的大爷长大爷短，让干活就干活，让干嘛干嘛，这孩子很听话，王文很喜欢。王文这个人呢不会喝酒，也不爱出去交朋好友，就有一个爱好，爱出去旅游去。要说哪儿风景区，王文高兴，这得去啊，
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哪哪儿有面山，大湖好看，是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咱们上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爷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好，咱们上那许愿去吧。啊，带到这儿一瞧，呵，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一大池子写着许愿池，干点高兴看看，就这么一来啊。这一年跟家里待着待着，心头闷倦，跟老田商量，老田呐，没别的事儿，我想出去转一圈去，天也暖和了，等至四五月份啊，我出去走个两三个月，我就回来，家里您多费心，因为经常这样。老田说，那行吧，您甭管了，给您归置行李，都归置好了，打点衣服。旁边呢，给这孤儿把那小毛驴归好了。爷儿俩呢，骑着驴由打东昌出来，一直往外就走。一路上，呵，瞧哪哪风景啊，看看山，看看水啊。从这个山东出来的河北，河北呢到北京，从北京那转一大圈啊。出北京德胜门，经过上河昌平县，唐东桥唐庄的怀来县啊，按这趟路线溜去吧。转来转去转哪儿呢？转到江苏，来这个地儿啊叫六合镇。一瞧这镇子不大，但是看着呢人来人往挺热闹，街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担担的，卖米的卖面卖油卖蒜卖葱卖蛋的，卖什么都有，挺高兴。翻身下了驴。孤儿是牵着驴啊，自己手里拿着扇子，一步三脚，呵，你瞧瞧啊，别瞧地儿不大啊，这有点意思。嗯，咱们跟这儿啊多住几天，看一看六合镇这儿有什么风光，饱览一下风土人情。爷俩挺高兴，正往前走呢，身背后有人啪拍了王文一下，一回头，嗯，瞧瞧这主啊，40岁左右。啊，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这八字胡，但是乐王文，哎呦，都楼兄，哎呀，你好你好，认识，多年没见，一朋友姓赵，叫赵中楼，做生意大买卖家啊，嘿，这是多少年没见着了？你好，钟楼兄，我还行，哎呀，这是个王文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是是。不是待着也没事吧，出来游山玩水啊，正好走到这儿，您在这儿呢啊，我这几年一直跟这儿呢，生意买卖都不错，很多客户啊都在这儿啊，来，既然碰见了，咱哥俩好好的喝会呢，咱走，走走走走，两人在前面携手揽腕往前走，孤儿在后边牵着这驴，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转了一个胡同儿，一瞧有一个很大的宅子，挺干净的。来吧，往里边一走，里面有人出来迎接，很客气。往里边走，上二楼，迎面有间房子，推门一瞧，这屋里边雕梁画栋，而且靠窗户这儿坐着一个美女，长得漂亮，啊，好看，什么样呢？看见我这脸了吗？好瘦一圈。大了，瘦一圈啊，没我长得白啊，没我白瘦，这就是非洲人，这是好看，非洲单眉凤眼，小薄片嘴儿，黑油亮，穿着挺好啊，一站起身来，浑身上下环佩金刚，钟楼过来了，哎，兄弟，你就叫嫂子吧，啊，叫嫂子，哦，啊，好吧，您在这儿安家，你甭管甭管啊，叫嫂子，来，走走走走走，我说。妮子，感觉这嫂子叫妮子啊，妮子，吩咐他们啊，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们哥俩好好喝会的，这是我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了。哎，行，说完了，转身出去，咕噜啦，进来几个伙计，嚯，摆了这一大桌子，什么菜都有，热闹闹，连酒带菜都弄好了。老文直不老人，这太麻烦了，你这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喝喝喝。拿起杯来，杯来盏去啊，连干了好几个。妮子站在旁边呢，给倒酒啊，倒完酒往这一坐，瞧着两人呢，抿着嘴跟这乐。钟楼说：“你瞧啊，你嫂子多喜庆啊啊，这个很贤惠，对我非常的好。哈哈哈哈，以后你常来你就知道，
他跟你亲嫂子是一样的。你琢磨不对，这话里有话，跟亲嫂子似的，也不方便多问。哦，咱好了哈，来我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怎么说呢？刘大外边来了一人，穿上拿来了，好像一个管家的模样啊，站门口喊：“意思，意思，来客人了，快去了，等你。”哎，我先去，站起来跟着走了。到红楼没事，王文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呀？红楼说：“嫂子干嘛去了？”没事儿，接客去。不喝你的，不喝你的啊！你们这门风是这样的？不是门风，你喝酒，你们这来来来，又喝了几杯，一会儿的功夫，这妮子又回来了，瞧这意思，喝了不少酒，腮帮子都红了啊！就赶紧坐这儿，就斟酒不菜。王子很纳闷，您。出去了啊，没事儿，喝你的啊。刚才那个，赵四爷来了啊，非让我陪着喝酒，我喝你的。我这不回来了吗？哦，这挺新鲜，这事儿闹的。来，您也喝。大家坐一块儿喝酒，大红楼要是杯，瞧瞧腻子。哎，瞧瞧了吗？啊，貌似天仙一般，多漂亮！我打心里我是真爱。妮子，你觉得我怎么样啊？你瞧你，你喝多了又是吧？啊，咱们两个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我吗？现如今我对你倒不放心。哎，妮子，这个没有啊？你怎么对我不放心呢？我在这儿大把的扔银子，大把的扔金子，一天到晚的，你说我这一片真心啊，天地可见。你要是真的，我说一件事你敢做吗？可你说呀。你说，只要你高兴，你让我干嘛干嘛，你让我上天我就上天，让我入地我就入地啊！你让我把我修身材料我都干。哎，兄弟，我们跑得挺远。大哥，你要拿我起誓的啊！这玩笑太大了，这个。这么一说，你回来回来，你嫂子好逗啊！我的，你说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那这样吧。你要是真心爱我的话，你把你的牙砸下一个来，哼，这么简单的了，这还不好弄的。哎呀，哎，这个，一伸手酒壶抄起来了，吸的，铜铁磁吸，把金属令吸酒壶，这壶喝干了，转过来拿手攥着，你看着，打，我给杀。妮子掉下牙来，眼泪都掉下去了。说实在的啊，哇，这牙我得真存，啊、以后刻个戳子都要。甭管了啊，给我做一盒子，装好了，贴身带着。从今往后为了你啊，除了死不值，什么我都干啊。还是不值。仨人坐在屋里好说呀，过了一会儿。外边那人又来了，妮子，刘四爷又来了，赶紧，哎，你先坐着啊，我有点事儿啊。王叔说：“这嫂子又接客去了，没办法哈，这行就这样啊。”不知道跟您说清楚了，到底咱们来到何德何位，这是怎么回事？兄弟，你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什么都不懂呢？这地方叫小沟栏啊，小沟栏。什么叫小沟？沟栏院呢？长窑妓院呢？哎呦，这就是沟栏院，可不吗？这我真是头一回来，你看后悔了吧？啊，后悔完了吧？我是念书人呢，啊，我也念书人呢，原来还秀才呢，啊，这怕什么呢？男子汉大丈夫活一辈子，你没上这儿来，你不算完人，你知道吗？刚才那妮子就是这儿头牌红人啊，这在当地来说谁不知大美人妮子，可他就是对我真心，没让你把他谈嫂子吗？我们两人跟两口子是一样的啊，来喝酒喝酒喝酒。王文之后悔，太多
我是自动上杆的干嘛来啊？我这是结冰清的代表人物，从小长这么大没走过结当，我赶紧喝喝两杯，我赶紧告辞。而这说着呢，有打门口这儿脚步声音过来一人，吴玉峰往门一瞧啊，当时就傻了。门口站一姑娘，比刚才那妮子漂亮1045倍，很惊奇啊！数字算出来不容易，太漂亮！往这一站，正好是月里嫦娥下了火盘呐、啊！哎呀，王文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血液全凝固了，拿手掐了掐胳膊，都没知觉，觉得自己喘气都喘不利索了。怎么这么漂亮？太好看了！啊！回头瞧一眼赵通楼，赵通楼正乐着。兄弟，兄弟，瞧上了？哇，美美美！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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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好人啊，长这么大没上这儿来过，有情可原。难道说连姑娘你都没见过吗？我只是头一次吧，我真没上这儿来过。来，来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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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什么酒啊？要不要？你不认识他吧？我哪认识他呀、啊？这是谁呀、啊？这是你嫂子，你别说这个。说妮子啊，你嫂子妮子她妹，她叫丫头，叫什么？丫头。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你这捧面货，这人好运不好呀！啊，他跟妮子是亲戚的，你知道吗？哦，难道说他在这儿？错了，你别多想啊！你嫂子是哪个跟谁，知道吧？他没有玉洁冰清的，知道吗？多少个富家公子来的这儿啊，要求跟这个。丫头啊，一块喝杯酒啊，或者是共度良宵，从来没答应。有人拿黄金堆在这儿，他都没答应。为了这个，他妈打了锣，你知道吗？是啊，有这么说，这个女子是不甘堕落。那是，哎，兄弟，莫非说你瞧上她了？别瞎说，我，你看，整话都说出来了吧？不要紧的。你要真有这想法，通哥跟我说，我给你办这事儿，行不行啊？不是这需要多少钱呢？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啊。这样吧，把我丈母娘、老鸨子，请他们。哎呦，这说这各种亲戚都露脸了。老三，儿子，那什么？岳母喊来啊！功夫不大，就在外边。这老鸨子进来了，把这脑袋啊，跟那东郭恒的方式，脸红色，擦一脸白粉，带一脑袋花，不同的那个来的，各种颜色带满了，跟花圈似的。你说这哥俩嫂，这就是一切糕啊！穿个红的，穿个绿，浑身上下啊，五光十色，打扮进来了。哎，怎么着有事儿啊？哎，我跟您说啊。这是我兄弟，他叫王文，今天路过这儿瞧见丫头了，十分喜爱，打算让他跟丫头，您看，冯某啊，没答应过。是啊，我也说这意思。你这样吧，哈，你去问问丫头，万一他要答应呢，不也是好事吗？王文赶紧拽着，我说，我琢磨这事儿。万两黄金我可没有啊，我现如今白领人民都没有，我这一道上游山玩水净花钱了。刚才我看了看我身上呢，就还剩下12两而已，这钱不够。兄弟不要紧的，我给你凑上8两，咱们凑20两看行不行啊。啊，赵东楼心说呀，我给你凑多对不对，丫头不会答应啊。一会儿工作，老鸨子大半进来了。我还没见着姑娘呢，我得问一句，您二位真有这想法吗？真有想法，你去吧，甭管了。我说还有一些，这个钱你们带着了吗？啊，
说带多少钱，打算花多少钱呢？王文瑞脸红了，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20两。哎呦，大爷，您可真说得出口啊！这是个玩笑场子，花钱的所在。20两银子，你看我行吗？不是，您别玩笑，您去问问，我问什么问啊？我问什么问？丫头，说声喊丫头，都打外边，脚步声音小圆炉，丫头进来了，啊，来了一词儿，飘飘万古，看见吗？大头啊，这是一功夫哈，给我钱着哈，他现在打算呢，花20两银子与你共度春秋哈，你看看行吗？啊，哪能让人花这么些钱？这个没有这个啊，你要早这么说，他早发财了。这些日子拿黄金来都不少，你都没答应，你这怎么了？不是。我这两天还想这事儿了，你说长这么大，您养我这么大，我没给家里效点什么力啊？而是一天到晚来让您着急，这样我打今儿起，我答应我见客，然后给您多挣点钱。哎呦，闺女，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你真的是吗？行，20两就20两吧。好，那咱就这么说了。当时留下来几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聊天，吐。这两个人呢、啊、你瞧着我瞧着你，怎么那么好看呢、啊、越瞧越痛快。天晚了，赵公公回屋睡觉，丫头这屋铺好了被子，都雨得点上一缕红烛。王文来了这屋，俩人往这一坐，烛影摇红，呵，你瞧着我瞧着你，痛快呀 啊姑娘乐了，公子，一瞧你就是一念书的人，我有一句预言要在台前请教您。别客气，您别客气啊，小生我是粗读了几年诗书，请教二字是愧不敢当。姑娘你说吧，你听我这上联，风吹水面子我给你去海上看半景空，树鸟摇来那个啊，山羊上山山羊上山，水牛下山水冒水牛腰，你说一个他说一个，你说一个他说一个啊，有文字四千多字都有这种样。姑娘很高兴，王公子啊，您真是个正人君子，还有这样的两话。说归说到归到，姑娘站起来呀、啊，眼圈红了。哎，丫头，你怎么了？不是，公子，我有一片肺腑的话想对您说。好，你说吧。我想与你私奔，你愿意吗？啊？忙着。你说什么？我要跟你私奔，在这个地方我是注意的，长此下去没有好的结果。每天呢，我母亲、我姐姐净骗人家钱了，来了那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辛辛勃勃做一个好人。咱们走，您看行不行啊？哎呀，这咱们走这怎么走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好，我答应。你说咱怎么走？甭管了，一转身打开箱子，拿出一套衣服来，三下两下，姑娘换上了，拿出帽戴好了。愣眼一瞧，就是一小伙子。感情这丫头啊，早就准备好了要私奔啊，穿好了，系好了。您瞧我这怎么样？好啊，说实在的，真瞧不出你这姑娘。那咱们走，怎么走？你跟我来。一前一后，打这屋出来，顺着套院绕来绕去，找了一小门。姑娘一伸手，拿着钥匙来，捅开这锁，开个门，两个人是扬长而去。奔哪儿呢？先得回客店，客店里边啊，锅在那儿等着呢。你瞧这事闹的，说喝酒就喝多了啊，顶这会儿还没回来。正琢磨着，门一开，两个人进来了。哎呦，大爷，您回来了，急死我了，我这等着您呢。不要紧的，来来来，引进一下啊。来，过来，官儿，
这是我媳妇啊，你叫大买卖。您是喝多了。这是大叔，这是这怎么大奶奶？把来得及了啊！你先叫一声大奶奶。哎，没事没事，咱们赶紧走啊！那个，你们怎么来的？我们骑着驴来，把驴牵出来。忽然也闹不清楚，这怎么回事？让牵就牵吧。来到后边，把驴牵出来，一瞧这边啊，包袱都打点好了，怎么走啊？这天也亮了，跑到这边瞧见，真堵上可走不了。姑娘乐了，一伸手。掏出来三道符，那这么长的这个黄纸条，上面拿朱砂笔写的符，写的什么呢？那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么种东西啊，很神奇啊。拿过来，先拿过一个来，粘着驴耳朵上，又拿过一个来，给这孤儿掖在腰里边，自己呢跟这个王文呢两人骑在驴身上，把这符又塞在王文后腰上，撞了撞闭眼啊。我说闭眼啊，这个大爷你也闭眼，一指这驴，咱们也闭眼啊，咱走了啊，驴也听话，还有个眼闭着，人都闭眼。姑娘直接说了一声什么咒语啊，就说的什么说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么一句口诀吧，是吧？这儿说完了，你们也得带驴，呜，当时就起来了，这快呀！顺着天空就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十几分钟啊，来在一个地方，江苏啊边上有这么一个小镇子啊。呵，这小镇子挺安静，人不算特别多，但是街道看着很安静，也很干净。这会儿呢，天刚放亮，还没什么人呢。街上呢，偶尔有几个。早起来买菜的呀，那几个老太太坐在街边儿是摘菜呢。又打天上别人带驴呜下来了，地上坐下来人赶跑了。我闹天儿啊，昨天说下雨没下，就下雨。来了站住了，大爷瞧瞧，咱上这儿来，有亲戚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但这儿挺偏僻，一般人找不到这儿，咱们先租房吧。转来转去，可是大街倒倒来倒去，哎，这儿写着了，有人租房，三间门面房，住进来吧，有床有家具，多少给这儿钱，安顿好了。这天呢，早晨起来之后啊，王文坐在旁边这儿，唉声叹气，大奶奶怎么了？这不找地儿住挺好吗？哎，跟你这么说，我现在是对着芙蓉，家徒四壁，我瞧见你也挺高兴。俩人挺高兴挺痛快，可是屋里什么都没有啊，咱们到中二下去得饿死呀。大奶奶乐不要紧的，就这房子咱们干个小买卖，开个小门脸儿，你瞧怎么样？哎，没本钱呢，不要紧的，没本钱没事，把那驴卖了，孤儿啊去出来买驴去。哎，小孩真听话，拉着驴出来了，在大街上谁买驴啊？啊，谁买驴啊？没人买，怎么呢？卖驴啊，他有卖驴的。有老太太说了，别跟这儿喊呢，上生活这儿，往东去，一直往东，往东一拐就是。哎，前阵驴来了，来了生活这儿还早，好多人都没来，就小孩在这儿站着。有买牛的，有买马的，驴很少。这牵着驴啊，谁买我这驴啊？哎呦，我这买，哎呦妈，我这买了我的这个驴啊。哎，我跟哪儿瞧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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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点酒都到了这里边，让大奶奶呢做了点什么凉菜，也没有别的，是吧？那么黄瓜拌腐竹啊，这个小酥鱼儿啊，弄点排骨肉，反正就眼前的菜都弄好了。刚开张就来人，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没有这不开张的油盐店。哦，来几位往这一坐，喝你说酒，喝好，你酒好啊，这趟街上谁的酒也没你家的好啊。
味怎么这么纯呢？啊，哥，看你放心啊，今儿还没来得及兑兑水呢。怎么这味呢？这还好有这两位，坐这吧。有黄酒，有这绍兴黄酒，来倒上倒上，摆好了坐这儿。啊，有什么凉菜啊？啊，这有这个啊，白糖藕啊，都是贵的，吃呗。都是眼前小菜，慢慢的这买卖就越干越火。到后来呢，就添点别的，添点什么杂面汤啊，弄点饼啊，弄点什么这个馒头啊，糖三角啊，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这几间门脸不够了，旁边又倒出四间来，越干越大，添点炒菜了。蒸蛋糕啊，牛奶啊，菜够大，这挺多的，这买卖是大了，这集团公司开的买卖是越干越好，钱挣的越来越多，伙计雇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呢，后厨上面倒叮当乱响，买卖很兴旺，大伙都高兴。这天早晨起来啊，丫头啊，面神似水，坐在不说话。王仁瞧，哎，王，有心事儿是不是？嗯，咱买卖这么好，你怎么不高兴？哎，倒不是我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总觉得心里边害怕。嗯，我估计啊，我妈可能啊不愿意，她打算找我回去。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要紧的。再一个，咱们这地儿僻静啊，谁能找不着咱们这儿？你踏踏实实，一点事都没有啊！有事我担着呢，有我呢。哎，有你就没我了，就是。但愿没事吧？这就没事，我上房里照顾着。转身出去了，大奶奶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太怕不是办法。转身到后厨，得安排伙计干活啊，就把那切了，就把那煮了啊，哪个先过油？这正说着呢，又打身背后有人拍着丫头一下，一回头啊，脸都吓白了。谁呢？正是自己的姐姐妮子。一瞧妮子这样，风尘仆仆啊。眼边头发都立起来了，眉毛也立，呲呲牙，哥，丫头啊，你真行啊，胆子可是太大了啊！大妈可急，跟我走。叫姐姐，您别着急，我跟您说呀，当初偷着跑出来是我们的不对，可有一样，这个您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您不高兴？勾栏院里边。这不是长久的事儿，是不是？嗯，再一个来说，嗯，我也愿意好好过日子，那种生活我过不惯哈、啊。你饶了我吧，你别废话啊！咱妈妈都急了，你回家瞧去，气着咱妈啊！三十人报上，我连好几分钟让太阳冒我膝笑出来，轰，咱妈该打火罐了。打我！你伸手，轰！我前胸的一直抓住，来着，爸爸就走。哎呦！不去，两人撕不上了。这一打起来，后厨不打了。怎么呢？后厨火力不像个大奶奶，呼啦抄一下子啊，把厨房的18万兵人全抄出来了。菜刀、片刀、大砍刀啊，火钩、五毒勺啊，这还端着一手勺，全热油。不，我扣脸上，扣脸上。太受不了了呀！一阵风就没了。前面呢，王文也听见了，怎么了？赶紧回来了，进门一瞧啊，大奶奶坐在那儿哭了。哎，不，上屋说去吧。看到后边屋里边，你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大爷，我估计咱们这日子算是快到头了。咱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跟你说实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不是，你是丫头啊。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咱们两个人不一样。对呀、啊。对呀、啊，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怎么一样呢？不是，我也不是女的，你也是男的，你瞧得来呀？不是，我也不是男的，我也
不是女的，这太神奇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狐狸啊！狐狸啊！我是狐仙。哦，这事闹的，那天咱从那儿跑出来，分解回来的，我就想问你，我给忘了。我是狐仙啊！我知道，知道，狐仙，他怎么飞回来的？现如今咱二人生死离别，你知道吗？我妈也是狐仙，我姐姐也是狐仙啊！这个狐仙，当初在勾栏院里边，我实在是呆腻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找一夫一妇好好过日子，那个地方没法待。对。要这么说，勾栏院里的可都是狐狸精的，你别这样说话。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呢也不想跟我母亲跟我姐姐闹掰扯，是吧？嗯，可现如今他找上门来，有其一就有其二。我姐姐来了还行，我妈要来了这事难办。不是，我听伙计们说了，大伙一块儿上，咱姐不打倒了吗？而且他们说那老三号还叫嚣乐游。你妈再来，咱们俩都能乐游啊！我妈不怕的，那老狐狸精。那怎么办呢？这事闹的，哎呀，你是说啊，这事儿咱们有办法吗？办法不好说，只能是听天由命。如果说我妈要找来了，大伙一块儿上，也许还有个办法救。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人再见面，那可就难上加难了。行，从今儿起，我跟着你啊！你不论到哪儿去，你前面走，后边跟着。只要他来了，我就跟他拼啊！大伙儿啊，都盯着你，保你没事。但愿如此吧。没事儿，我这儿歇会儿啊。你上前面照应着去。哎，好，不用管了，这是快上座的时候。王文出去了。刚出去没三分钟，这屋子里边不知从哪儿，这老狐狸精出来了，太快了，不知怎么来的。据说狐仙都会飞啊，老太太240来迈估计得，站在老丫头面前，一句话不说，拿手一指他，丫头觉得浑身上下可都凉了，坏了！刚说完，觉得浑身上下可都凉了。坏了，刚说完他就来了，站起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娘，您来了，来的是点人气儿。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光不回去，还把你姐姐吓成那样啊！我姐姐怎么了？你姐姐现在回去是油炸的东西都不吃了。报告。妈妈，我生了你养了你，为什么拿你当摇钱树？你给我挣钱，你不回去，门也没有。摇头，一伸手，啪，来个手腕子，往大门这儿走，走到门口这儿，火光一闪，娘俩都没了。哪儿去了呢？那个狐仙这行啊，我有种特技，啊，就到这儿他有一法术，两人吹一下就没有了。有愿意学这个呢？演出完了到后台找我。我也不会。你有照片。娘俩就走了。一会儿功夫，王文打前面回来的。啊，蹲着一碗呢，银耳羹。干嘛呀？想让丫头喝了。丫头急。这一进门一瞧，呀，没了。嘿，这怎么回事？人哪儿去了？老板哥去。大奶奶。大奶奶。哪儿去了？半天没声音，先从深处有声音，跟呼叫用户一关机。这个咱们啊，普通人写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啊，我来给删了，咱们这次把这补上啊，全文的。
往这儿一坐，人就傻了。哪儿去呢？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没了。妈来了，不能啊，没瞧见呢。我白告诉他们，后厨那儿做油了。人哪儿去了？伙计们全来了。姑姑也过来了，大爷怎么了？大奶奶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你别着急，别着急。扶着他坐下，有人给倒碗水，喝了口水。哎，我估计又回那地儿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大伙劝呗，你别着急，慢慢找。屋里人都出去了，就剩姑儿跟这儿了。大爷，找去吧。啊？你说什么？我劝您找去，您要是不找，您自己跟屋里窝子病。那个地儿您也认识，再点钱就去了。想当初跑出来是因为没钱，这次有钱多花点钱，把大奶奶赎出来就得了。哎呀，好主意！你给我准备吧。转身出来到账房这儿，自己准备好金银，安排人看见，把这个鱼去。看这驴就没有了，你给我买个马吧，啊，喂的足足的，啊，我得快，我买千里马。窝准备好了，大爷带着金银，又赶奔又合适，一路上没事儿。这天来到这儿了，走街道上，心里边心上，呵，我马上就能见着他了。见家中，我拿出钱来，把他接回来，还回那儿，我们好好过日子。心里很高兴，急不如回，噔噔噔噔。来这勾栏院子，到这一瞧，大门紧闭，往常这儿门开着，门口伙计们照应，今天大门紧闭，这怎么回事？啪啪啪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由大里边出一老头，瞧这岁数啊，得有这么七十来岁，胡子都白了。找谁呀、啊？哎，那个老大爷，我找丫头。丫头啊，不在，出去了。哦，上哪儿去了？他妈抱走了。啊，老子上街玩去了。也不是，他暴动了。那有什么暴动的啊？这么点的孩子，有什么暴不了的？不是，我说你二十来岁了，那不对，这个刚一岁多。不是，我说这丫头是。是那个丫头，哪个丫头？你找谁吧？不是，当初这儿不是勾栏院吗？嗨，你说的是原来了，是有这么个地儿，但是人家搬走了，这儿没有他们了。那有一个赵东楼也在这儿住啊？赵东楼？不记得，我们是刚搬过来，时间不长啊。你上别处问问吧。关门，把大门关上了。王文站这儿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上哪儿去呢？心里很着急，先回去。这儿转几天什么都没有，转身又回去了。来到饭店这儿，姑还问了，找着了吗？没找着。你别着急了啊，咱们仨族人就问问。仨族人问，没人问。一晃将近一年了，王文是万念俱灰，满月大黄大。姑儿劝他，大爷。跟这儿待着，到时候回东昌，回咱们家。大奶奶也不在这儿，也是意思。买卖走出去，带着钱咱回家。老田还在家里看着呢。哎，去找个主吧。找主一问呢，还挺愿意。这买卖挺火，说好的价钱，把钱拿过来。大爷带着孤儿爷俩，赶回山东东昌。老田一瞧，呵，好，走二年啊，您上哪儿玩去了啊？出去玩去了吗？他问呐，您这回道不近啊？您出国了这回啊？别说了，回来了就得了。把东西都运进来，每天呢无精打采，街坊四邻，有人过来给说个亲呐、啊，保个媒呀、啊，从来不答应。谁一进来，出去，不娶媳妇啊，一辈子就这样，不娶媳妇。谁来了都不答应。忽然一瞧，这可不行啊。大爷要天天这样，身子可就坏了。大爷，您瞧见吗？又春暖花开了，咱们出去玩会儿去，您去吗？啊，够玩去。
上哪玩去？六合镇呢？那地儿不能，就光去了那地儿啊。哎，咱们去趟顺天府，上北京城逛逛吧。啊，哎，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呀、啊，我倒想起点事儿来。北京咱们是得去一趟。我有个表哥，现如今呢，在北京，我多少年没见他了。我去看我表哥吧，太好了啊！表哥住哪儿啊？盘子胡同。姓喷，叫喷三儿。北京城闷三爷。把娃接了。我还看见闷三爷，咱把他救出来啊！给点家伙来。爷俩赶奔北京，一路上啊，走了这么四五天左右，到北京了。住哪儿呢？前门打木厂啊，有一个吉祥客栈，就是跟这儿住来了。安顿好了，早晨起来吃了吃早点，喝了点茶，今儿俩把衣服穿好了，走吧，咱们看看我那表哥去吧。溜达家里出来啊，溜达到那儿，连过五街，走到楼梯，我们谈到胡同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门左右啊，出来人了。您找谁啊？我找表哥，闷三儿。哎呦，您来晚了啊！那个这人没有了啊，这房子卖我们了。哟，人怎么死了？不知道呢，怎么闹床上事儿了？是吧？啊，看这事儿闹的。他有孩子吗？也没有孩子，就一个人过日子，死了拿回去埋就完了。嗨，就这么话说的。得了，自个儿呢掉了几滴眼泪，心里挺别扭，也没见着活面。孤儿还劝得了得了，哎，您信心就得了。改天问坟跟哪儿，上个坟烧纸，行吗？走吧，咱往回溜达吧，往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走到一个胡同口这儿，旁边有一个卖茶的老头，摆着摊儿，一碗一碗大碗茶，还挺渴了。锅里一等，大爷我有点渴，咱坐着，两碗一坐，来来两碗茶啊，喝着。哎，我要热的，还热的有。这有一大壶，套着棉布套，打这里头倒出来，还挺烫嘴。喝着，这儿喝着喝着，又打前面来一溜推小车的，啊，一个轱辘，两膀子这么推。这个车有个学名叫独轮王不同，是吧？对呀，掌握这个力度。车子来了，走一家门口，呼噜一到，都是破衣服破布，又来这门里，呼噜呼噜呼噜，出了30多个孩子，往里边弄这布。王哥怎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他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是叫育婴堂。您看上面写着，这一抬头瞧见育婴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啊！啊，孤儿犯什么？还有我的事儿吗？没爹没妈，我也是，我也是。你喝你的水，喝你的。各地捡来的孩子挺可怜，都没事儿。每天呢，破衣服破布来的孩子弄进去，撕完了打成相子，做鞋底子用，孩子们干活。哦，这么回事儿，这儿端着水，扭头瞧着孩子们，小孩儿都给干活。猛然间，有小小子一转脸儿，往门一瞧，哎，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好，说点题外话啊，第一件事呢，表扬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姑娘。孩子说的对。第二件事呢，因为刚才白叔叔说成砖娃娃，砸死好就说一下，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跟大伙交代一下，咱们这个北京相声大会网站，咱们的主页今天需要更新一下，所以说主页可能上不去，但是呢，直接可以上论坛啊，晚上回音会接着在论坛上，你就是聊一聊。骂一骂。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跟大伙说说，从您过来帮忙啊。这把挺贵的，这一个说相声光扇子的一个人。有一个不开眼的出版社上了我的当，给我出本书，说的当口相声来。好，传统相声浩如烟海，老前辈都是这么些的，我会也多啊，我有七八百遍了。我买点好的，买点您见人的，整理一下，我们出版。
哎，我这又不老认识字儿，而且来说这工作量很大。你看，我在网上呢发了个帖子，求认识字儿的朋友们帮忙，帮我整理一下文字。这个首先说我没有说文字的东西，也有那个整事儿没有，这就根据我们录音呢划词整理。我估计这活儿挺难做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有不少人就发短信呢，在网上留言，也很感谢。还有这个传统相声很支持啊，很支持中国曲协和中国文联。然而回去呢，我在网上呢，再发一帖子，就是愿意做的呢，愿意帮忙的呢。您跟一下，跟一下，就说，还得说您手里有什么录音？比如现在要做，真骨三宴，白宫的坠楼，什么桃花女破舟翁，眼前这几个小段儿啊，这还小段儿呢？骨三宴不小啊，说了十几回，每回呢说了两个小时左右，是这个一大堆人一块儿呢，有小的像桃花女破舟翁，说两天，说了四回。类似这样的呢，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呢，这么多年来很关心我，明着暗着录了不少，说的像单口的，你也整理一下，看看哪个版本比较清楚，你也能做这个啊，然后您给我留个言，不错也不至于走啊。回去上网去了，这啊，这个稿回家，又回去干，白了干了。天下来呢，我提醒大伙儿呢，都给我媳妇儿。晚上吧，晚上咱们网上见啊，别别跑。不服，一人发一电脑，跑哪儿去？哎，我说出来笑。好得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瓦西行到春秋，秦可秦王不守。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国渡透人收，说是龙争虎斗。山东秀才王伦带着自己贴身的书童孤儿，来在了北京城看自己的表哥温三。没想到温三呢，自己呢长叹一声，替自个儿表哥呢喘了几口大气，由打这儿出来，打算返回到前门，打一场自己住的这客栈。行走半路途中，遇见一个玉婴堂，现在说这叫孤儿院。好多孩子站在门口谢货，往里边抱着破衣服什么的啊。王伦很纳闷，这是干嘛呢？旁边卖茶水的这老大爷说，这些孩子都是无父无母，住在这儿很可怜，每天干活。哦，这么回事儿！一瞧这帮孩子呀，有一个小孩一扭脸儿，跟王伦呐打一碰脸儿。王伦一瞧吓一跳，怎么呢？这孩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哎，天底下有像的人，但是没有这么像的。而且来说，小孩像大人，他终归有这个区别。可这孩子跟王伦长得，说一个没有露出来的，一点都不带假。怎么回事呢？端碗自个儿就愣了，旁边小书童孤儿乐：“大爷，您瞧这孩子长得跟您一模一样啊，大小号一样。”说是怎么回事啊？王伦说：“我也不知道啊，这太可乐了，这事儿啊，站起来了啊，迈步来的跟前儿，这孩子，我瞧瞧你。”小孩一转过脸来看见王伦，他也乐了：“嘿。”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王文说：“你说什么事儿这么巧？嘿，你长得真随我。”好，还王文说：“你说错了，这话得调过来说啊，你长得像我。”哥，你说怎么回事啊？小孩，我问你，你叫什么？姓什么？你说说我听听。我呀、我姓王呀。公子一听，这跟我一样，我也姓王啊。你叫什么呀？我叫滋，这名儿起的挺奇怪的。哪个滋啊？滋啊，孜孜不倦的那个滋。哦，你也在这儿跟他们一块儿干活啊？是啊，
我从小儿就送到这儿来了，长这么大一直跟这儿。哦，原来如此。哎，这个你们这儿能不能把孩子接走啊？可以啊，您到里边跟管事的先生说说就成。好，孩子，我很喜欢你啊，我想把你接走，你看行吗？那感情好，怎么着？您家里也比这儿吃的强啊？行啊。孩子很冲，带着王文来到里边，里边管事的先生说：“因为什么事儿？”就跟您这么说啊，我喜欢这孩子，您瞧这模样跟我差不多吧。先生也乐了，呵，还有这么巧的事儿，真太好了。这孩子们呢，负担也重啊，领走一个呢，我们也减挑费啊。行嘞，双方一说，说大概其价钱，王文呢给要点钱，这签一字据，把孩子领回来，带着这个小孩儿，带着这位孤儿，你这仨返回的客栈。一进客栈，掌柜的乐了，你看。我说一早就出去呢，接少爷去了啊！这是您的少爷，王文高兴。是啊，哈哈哈哈，这孩子呀，长期呀在外边啊，这不嘛，最近我也躲开功夫了，有时间了，接我儿子跟我回家，嚯，好事啊！弄孩子洗澡、换衣服、洗头，都收拾完了，北京也没事了，小哥也死了，咱们家走吧，由打北京城返回到顺昌。回了东昌，一进门啊，老田乐坏了。哎呀，这孩子跟您一模一样啊，长得一样。是啊，我也说长得这么像的可是不多见啊。另外就说啊，说也是我儿子。行嘞，放心吧。啊，打这儿起大伙都知道，王文这儿有一位少爷，哈，跟王文长得是一模一样。每天呢，王文教着孩子念字，他要是很聪明。可就一样不爱学啊，王文告诉你学会文武艺破败巨狼家从啊这是颜墨颜德的墨见毛笔拿起来画一横道这是一写他拿起笔来一也跟着写啊可就一样王文呢要是一扭头拿点东西再回头他就没了跑出去玩去赶紧出去吧把他树上他家来家来家来我们写字摁在屋里边拿起笔来这是一他也跟一块儿一啊王文一回头啊谢啊屁们再一睁眼他又没了不爱上手天天打着骂着啊你不瞧大兄弟不学字大兄弟来来来写字吧一个多月工夫这一本认识了第二个开始吧这月咱复杂点吧咱们写个丁啊姓丁的丁一横一竖钩这念丁丁哎叮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叮啊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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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跟着念啊挺好这一天的小起来转天早晨吃完饭过来过来过来来爸爸考考你这念什么这可眼熟这可眼熟啊给我几天音乐啊今天我老二琢磨琢磨这丁字被人看见啊叮叮叮叮把你交给行你要不交给吃完饭就忘最后没辙怎么办呢大爷一琢磨得让他学会了墙上有钉子拔起来转转转啊这一天转着他啊想这字儿想起来了就说想起来看看小里边有一钉子你能说了钉会了吗会了对吧这一天转着钉子转天早晨就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大哥写字啊写一个钉念这是什么这看着挺眼熟这我看了好几天了嗯我瞧见眼熟呵还真笨看看手里边啊小铁棍儿别瞧了别瞧了你也不是念书材的啊你这叫念书不行练武可行呵这孩子天生的自己往这一站丁字后眼观鼻睛和口吻心摆着姿势像练武一样我一琢磨要不就学学武也行啊说得找一教师来啊教我一下呵这行每天能教天天一早上起来现在说话夜里三点半就起来了出去练功练得好老师也夸这孩子太聪明我教这么些年啊你看看没有这么灵的老师高兴啊王文也高兴把学会一件就好吧啊也练了三月老师找来那个东家您换人吧啊我得瞧伤去了教练出手太狠了又换一个啊又换一个
一进门他就先问呢，你会什么呀？咱俩比会游吧啊！两下跟老师打好了，换人吧，换了多少位武林中的名家来教您练武？这孩子这样不错啊，好打抱不平。街坊邻居孩子们谁打架，他出去给人拔创，他不问谁对谁错，反正是谁吃亏就帮谁。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这孩子跟家里边跟父亲和母亲顶嘴了，后来让他知道兵王五四被打一顿。啊，小孩一块玩，这个抢那个鸡蛋吃了，让他知道打一拳头啊，把腮帮子花给摘了。一天到晚的净家那儿领孩找来，看你家孩子打的啊，还打的呱呱的，帮他天天拿钱给人看病去。到后来再大点，这小子十八九了，更了不得了。怎么呢？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会了降妖捉怪，自个儿跟哪儿弄一弓箭，一天到晚没事还磨刀啊，满处找哪儿妖精啊，哪儿妖精？我降妖捉怪啊，这个打人的就没有意思了。打妖精，打妖精，打鬼，我就来这个，到处问去啊。整个说的二大爷，你家闹鬼吗？家有妖精吗？别废话，别废话，没有。这儿转一圈没有，到旁边村去。有妖精我打。你出去打妖精去？也别说，还真有这个。哎，快来，这家里边闹妖精了，了不得，你瞧起来吧。他去了，来到这儿啊，你瞧这屋里边，这儿有。弄一口大钱，当一剑出去，打一点玉骨黄光啊，出了一大妖精，甭管是狐狸啊、大刺猬、黄狼的，呵，这下了不得，整个十里八村谁都知道，王文家这少爷王哥，呵，降妖捉怪是一把好手，很高兴。这天呢，王文有事儿到东昌府去办事儿，在街上走着走着碰见一人，谁呀？赵东楼，好朋友。多少年没见了，这乍一看呢，愣没认出来。往常赵东楼那铁着大腿啊，穿金戴银啊，从上到下这身衣裳啊，那是了不起啊，花枝招展，金碧辉煌啊。现如今这玩意儿，一身的疙瘩汤啊，衣裳破了来块补丁，补丁挂不住来点针，来点线，一年。后来线挂不住了，把衣服揪起来，揪一揪拿十一计，浑身上下都是烧麦，全成这样啊。走道儿就歪了歪斜，满脸呐都是油泥，头发都立起来了。哎呀，走一对哪儿吓王文一跳，怎么呢？他满脸都是油泥啊，看不出来似的。可是呢，他瞧着王文瞧着这儿，哎，他一直往下王文一跳，大胆妖精，我儿子就想要多怪啊！你谁呀、啊？正呗，我是东楼啊！哎呦，哥哥您怎么这样了啊？赶紧赶紧赶紧！你跟我走跟我走，我懦得火，现如今乞讨为生，你别说有我呢啊，你怎么样？你现在不行，我好几天没吃饭，走咱们先洗澡去。来吃饭了，今天上下这味儿实在受不了。王文说是我应该带你先吃饭，说你眼玩我能去用的，走吧，隐藏了看出来。来到饭店里边点菜吧，不骑个别的八个院儿，什么这个上八仙下八仙呐，前面的海带全摆上，等一大桌太油腻怕腥，一个小时之内赵东楼没说话，不吃，唱起来，甩开腮帮子，两个后槽牙，饭菜是长江流水，风卷残云，这里边靠边打开了小仓库，料水一开了，跟宝箱子里边儿似的，全都是吃饱了，是啊，兄弟你挺好的，你大点声，大声大。张给我瞧瞧，哇，瞧见丸子了，连嚼都不嚼，盖一半。秀才为何落魄如此？汉皇帝一言难尽。把自己的事儿全说了啊！我现在很后悔，想当初我就住在这个勾栏院里边，那个老鸨子呀，跟他这姑娘啊，腻子呀。拿我呀，开始真是当亲人情，我做生意的钱都存在他们账房里边，根本我就没问我这钱花在哪儿了。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在这个地方不好干，要想挣钱进北京，全家人迁到北京。没有办法，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也到北京，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这边有一个石头胡同，开了一个很大的勾栏院。没想到啊，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些钱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当
生对我是大爷强二爷狠，到后来对我不当人，吃口饭喝杯茶都得看他们的白眼，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啊。这个赵公楼啊，糊里糊涂把自己钱呢、啊，连做生意的本儿都扔在这里边了，踪影没见，扔到河里还听个响，打个水漂，搁在这儿连个泡都没起。到最后啊，一家老小连这老鸨子盖着衣子上下线，连做饭的都斜眼瞧赵公楼。赵公楼气得没办法，有一天跟妻子打起来啊！想当初我是赵大爷的时候，你们对我怎么样？还有那阵你还跟我说了啊，你还怕我对你不好，你还让我砸下牙来啊！把这牙砸下来给你，你要贴身带好。你要跟我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把牙还给我啊！我姓我，我不跟你过了，把牙还给我。妻子饿了，来人呐，来管家，什么事儿？我后边那个大麻包给我扛来。一会儿公公扛来了，打开这往一倒，嚯、哦，一地都是牙。你挑吧，看谁是你的孩子。老公，我眼泪都下来了。要不人家说这勾栏院是陷阱坑呢？啊，今天我才领教到了。哎，得了，我呀、啊、死了得了，心里很难过。哪儿死去呢？我上后院儿，后院儿找一旮旯，我上吊死了得了。没想到在后院儿这儿，就听着有间房子里边有女子哭泣之声，大家纳闷儿，心说怎么了？啊？难道说世界还有比我惨的人吗？我这都活不下去了，还有人比我惨？要不你先来，你怎么着？谁呀、啊？谁哭呢？喊了声谁哭？旁边有一小屋，顺着窗户那儿现出一个人的脸来。谁呀、啊？丫头。丫头啊，被抓回来之后，毒打一顿就关起来，每天呢给点残汤剩水，啊，老鸨子想起来就打一顿，恨不得，哈。不像话，养你这么些年不知道给家里出点力气跟人跑，太不像话啊。搬到北京之后呢，也把他关在后边小屋里边了。哎呀，天天的生不如死啊，除了哭就是哭。没想到今天门外有人问，探头一瞧是赵公楼。大哥呀，大哥呀，原来是您呢、啊、是我呀，你怎么样？我不怎么样啊。大哥您呢？啊，我还行啊，一会儿就我就行了。上吊呢？您怎么这样呢？把自己事儿一说，现如今我活不了了。哎呦，丫头哭了，您别啊！姐，您听我的，您想法这晚上出去，若干年后您还有一步好运，是吗？行，借你吉言，但愿我有一步好运啊！我这就先不死了，这个啊！哎呀，姑娘，你这也不是事儿啊，你怎么办呢？我跟您怎么说，您呢？气我呀，拿一封信，有朝一日见着王伦，把这封信给他，您让他想方设法来救我。行了，你甭管了，这封信接过来，拿这个油纸啊，把都包好了，外边包上布，里三层，外三层，实际上就是一张纸，最后包一大包袱啊，老被我揣到怀里边。为什么揣到怀里呢？怕坏了呀，也怕湿了呀，叠了好多层的布。没想到今天碰见王伦，把话一说。王伦眼泪下来，哎呦，没想到啊，原来我媳妇生这个苦呢。您说那封信在哪儿了？嗯，您拿出来我瞧瞧吧。刘大怀里边把这封信拿出来。哈哈哈哈哈哈！穿什么毛线棉质的？打开吧，打开吧啊！一百多层啊，到最后说这么张纸条，拿过来打开一瞧，王伦这眼泪止不住，上面写的很清楚。想当初我被我母亲追回来之后严刑拷打，现如今被陷在小屋子里边出不去，每天我是生不如死啊，恳请你啊出来救我。而且还告诉你，我被抓回来之后不久，我生下一个男孩，没有办法，我自己还托丫鬟偷偷的把他送了出去。而且我跟人说了啊，这个孩子山东王伦之子，有朝一日你要见着他，没别的，他呀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把这话说完了，信也看完了，王伦是咬牙切齿啊，哎呀，心说老鸨子你们太害人了啊，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都不行。钟老兄啊，我这身上啊还有这么20多两银子，您先拿走啊，先回去买几身衣裳啊，找个地方先住起来，过不了3天5天我去接您，我安顿您，扶他下来找地让他住好了，自己雇车赶紧回家。回到家里吩咐老田，对，把少爷找过来。哎，
屋数不大，老田回来少爷没在，打药去了。说走好几天了，这不行啊，我这岗位有急事儿，您像这事儿闹的，那给您找去吧。出去问少爷上哪儿去了，问了好几圈，哎，赶紧天傍晚少爷回来了啊，一进门很高兴，哎呀，今天我可是说好不巧，哈，我打了70多个妖精啊，哪这么些妖精啊，儿啊，哎，儿啊，哎，儿啊，你有话您说，你等着点啊，我不答应了，答应都不行啊，你是我的亲儿啊，啊，怎么回事儿，孩子，原来你不知道，现如今啊，我得把这事儿给你说清楚。想当初是怎么回事，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呵，说完之后，这孩子当时就急，脾气大，一听这眉毛都立起来，扎我呀！心如刀割，不唱了。很生气，你说怎么办吧？啊，怎么办吧？儿子，没有别的办法，随为父前去救你娘家。好嘞，你甭管了。孩子到院里搬过那块磨刀石来，把刀抻出来了啊，这怎么磨呀、啊？磨好了，塞到刀鞘里边，背上弓，背上箭，咱走，咱们先走。太早了，这会儿还半夜，天亮吧。天亮，爷儿俩从家里出来，赶奔北京去了，一路无阻。这天到了北京，一直亮，就到了这个石头胡同富春院。啊，到东头说那个医院呢叫富春院，把这石头胡同细口这会一找都不知道。来到这儿，华灯初上，富春院门口是人来人往啊，嚯，来了这些个人呐，有骑着马的，有坐着轿子，一个个是衣着华丽啊，很有钱的样子。来到这门口，小孩看了看，爹，你甭进去，您进去也不管用，瞧我的，迈步往里就走。来到里边，迎面伙计就跟上来了，啊，大爷您来了，有熟人吗？这孩子暗箭是腿疯狂，苍啷啷把这口刀攥出来了，有我好家伙啊，看这意思您就是要五瓢啊，啊这口狠啊，刀子进来啊，别废话，我问你，你这儿有刀吗？不至于吧，有叫大姨的，不是有叫妮子的吗？有，您这是他呀，来，您坐这后边来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啊，来到后边，一瞧这屋里边，嚯，坐着七八个人，一个个看着穿着打扮，都是有钱人家。等当中坐着这妮子，端着茶杯，杯来盏去，哎，咱们喝一个，咱们喝一个。正说着呢，门帘一挑，小孩打外进来了，嗨，过来，拿手一指，这妮子脸都白，噌站起来，坏，说声坏。往门口跑，到跟前儿了，跑可跑不了。小孩一伸手，砰，薅住脖领子，往后一转身，刀举起来，咔，跟脑袋就切下来，挨着一踹，啪，死尸倒地，屋里边，呜，当时就懵了，死了人了，这几位吓坏，跑吧。有一位手里举一烧鸡，这么举着，就是拿当挡箭牌了，还有一占便宜，呵。好机会偷点什么吧，桌子上就杯盘碗筷，都是金子银子，来吧，这大金碗是我的，拿起来搁在怀里，汤汤直蹦，里边还一碗热汤呢。屋里乱了套了，我一顿乱套，你头都红了，往外就走，来到院里边，有打对面那老鸨子来了，怎么着？听这屋出声，又不是怎么回事，心说还有上这儿闹事的吗？啊，往这一走，走一对脸儿，一瞧就不对，哎呦！这小崽子来了，转身就走，一溜黄光，这人没了，院儿就乱了套。小孩一想，呵，你想跑，老子对上了。说完，帮两上说话，哎，又打上了，啪嚓一下子，摔进一只大狐狸来。这一见，把老子就射死了。说完以后，你口喷卵，说什么事儿人要犯人，你老子这事儿就没人。整个院里边全乱套了，嚯，大伙儿往外跑啊！怎么着？不是怎么回事啊？哦，院里边一会儿红光，一会儿蓝光啊！那大脑袋切下来，
剩半身子是狐狸，这打上面掉一老狐狸下来，院里乱了套，都往外跑。王文往里跑，王四，王四，怎么了？您进来瞧瞧吧，您进来瞧瞧，这是我姥姥啊，这是没姥姥，这是我大姨。你看这事儿闹的，还是真快啊！找啊，找来找去，找到后边有一间小屋，一脚踹开门，里边正好坐着丫头，小孩进去一把就把妈拽住了。妈呀，你认识我吗？你是谁？我是王四。哎呦，我的儿子！娘俩抱一块儿，放声痛哭。搀起来往外就走，王文也进来，在哪儿了？哎呀，英子啊，我可瞧见你了！来来来，扶着他往外走。小孩来了这头，一脚踹开，一瞧人屋里边，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这怎么办？赶紧出来啊！雇起车，就装车，这都讲。我老刘家，我得说，都往车上拉。打这儿连夜返回山东东昌，回到东昌了，老田呢，孤儿都是等着。回来了，哎呦，大奶奶回来了，呵，咱们算是一家团聚，往里搬吧，金银财宝都搬到屋里去，全家人呢坐在一块儿炒这么几个菜，高高兴兴的这儿吃饭，吃着半截饭呢，王资问，嘿，我说爸，我问点事儿啊，我干嘛叫王资呢？王文乐，这个你得问我妈，啊，大奶奶，给孩子讲讲，嗨，孩子你糊涂，这个字怎么写啊？一个子一个文，说就是王文。王文的儿子，你叫王资哦。旁边孤儿看起来了，哎，大爷，你看我这孤儿，我这孤也是一个子一个瓜啊，瓜怎么了？难道说我爸爸叫瓜吗？我纳闷儿，难道说我爸爸是瓜？世上谁的名字叫瓜呀？话音刚落，门帘一瞧，老田进来，哎，我叫田瓜。